你網上要做節目，哇！你寫嘢又叻，講波又叻，講馬又叻，我諗你啲粉絲有福啦！你做嘅節目一定會好好睇。喺呢度咧，我祝你大展宏圖，紅紅火火，做個網上大紅人，恭喜恭喜！大家好，我是招媛，今次我是介绍我的好朋友黄兴贵的 Up and Coming YouTube Channel 贵神 Peter。 Peter 可以说一出世就跟世界体坛马坛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三月开始他会用自由开心快乐的方式去讲波讲马，还有讲饮讲食，介绍音乐电影舞台剧等的娱乐，慢慢好东西还会逐步为大家送上，好像成功及高人的专访，分享一下他7-10年的甜酸苦辣回顾，有幸所遇过的良师益友和同事怎样正面地影响他的人生。最后也是我自己很期待的，就是等到香港生活回复正常的时候，贵神呢就将会首次真人真事和大家忆述在60年前震惊香港的三郎奇案，讲出他爸爸和祖父被三郎绑票的原本真相。如果想知道多些贵神的波马和娱乐世界，又想看看他有什么好玩好吃的东西介绍给大家，七月的欧洲国家杯和9日的日本奥运，甚至想知道多些他自己的身世，一切点滴就记得到时候不用问阿贵了，一于 subscribe 和 like 他专有的 YouTube channel。 多谢